说30名少林高手正式入伍海军陆战队，他们参加过2008年北京奥运开闭幕式和连续10年春晚表演，其中还有世界冠军，既有武术特长又有较高的文化素质。特种兵在军中发挥着拳头和尖刀作用，此次30名新兵都是优中选优，他们志愿当兵，崇尚军营，希望用自己所学服务军队。